白你在说什么。为什么马儿站着睡觉？很早以前，凶猛的野兽老要吃马。马是吃草的动物，没有好的牙齿、利爪，没法和敌人搏斗，只有跑。如果马躺着睡觉，敌人来了连跑都来不及，他们只好站着睡觉。一发现敌人来了，马上就可以跑。以后马就习惯了站着睡觉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。为什么北极熊不怕冷？北极熊全身长着厚而长的毛，脂肪又多，因此北极熊非常耐寒。根本不怕冷。给钱两道。